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饮酒醉乌白花，搁再来拍警察。台北市一个44岁男子，初八暗时甲朋友到 KTV 唱歌，半暝饮酒饮了，坐电梯落楼，甲一队人安尼起口角，最后伫个大厅双方来起相拍，边个人看到马上来报警，但是一开始三个警员到场的时阵，因阁继续咧拍，甚至来拍警察。后续支援的警力赶到场来喷辣椒水，才顺利间压制。后来，就算这个警察赶到场，这群人也是继续在拍。过程当中，阁强烈来反抗，阁甲民警来扭打。有三个民警有小可来受伤，最后是靠着支援的优势警力，总算是控制着现场。啊，警方嘛当场查着毒品甲一个通缉犯，啊，这11个人拢总被带返去派出所，依法发办。